贤，我是自信抱抱。Hello， 大家好，我是自信抱抱。今天呢，自信酱要做什么呢？粽子。对，做粽子了啊！端午节要到了，得吃粽子。去年是我们自己买来吃的啊，今天呢，我们想自己做。做一个我们东北口味的粽子啊，爸爸。那买了粽子材料吗？买了，之前帮忙包一下好不好？好。我去准备一下材料，然后今天包粽子吃啊。这个是糯米，昨天晚上我就已经泡上了啊。做粽子得泡米啊。对呀。那为什么不泡不行啊？不泡的话，它待会儿煮的时候会爆开的，也不好煮熟。还有这个竹叶，我们买的是干的啊，所以泡了一晚上，我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在东北的话，很多都是用这种蜜枣，里面没有放肉啊什么的啊。我好了，放一个蜜枣，放中间。有模有样的这个做的啊，那是啊，那可是，这是我们的力量啊，是的，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哎呀，너무많이했다해서안풀린다나왜그만钓鱼高手，包的粽子一看就知道钓鱼高手啊，这就是那个鱼饵嘛。好像不错。这粽子的家，粽子在这里面的家，对，掉一个帝王蟹，哎呀，又来了！这哪家帝王蟹有这么小啊？蓝的帝王蟹，等一等，一等嘛。等。菠萝汤啊。嗯。好久。粽子都好了，我们要去把这个粽子煮了啊！哎，煮起，上厨房煮粽子去喽！哇，挺多的，今天包这么多，水开了，我们可以下粽子了。哎呀，挺动脑子呀！哎呀，三个就没了，那厉害吧？挺厉害。盖盖煮40分钟，一不小心就一个小时了，捞出来。哇，怎么这么多馅？哎呀妈呀！那个我就不吃了啊！那个我就不吃了。哎，这个都吃，这个都吃。这竹叶的香味太香了。啊，吃吧，吃。都是一样的那个什么呗，一样的。一个自己没空，自己咋子？对啊。你也没做个两道没做啥，哎呀，我这个都没给摘好，这个也没给摘，那是我包的，哦，这么好吃，我咋就没给你？哎呦我操，那螃蟹嘛可难吃，真的包的，螃蟹吃都吃不了，螃蟹都忙不了。哇，本来煮个也在这。두개정도있고하나정도있고두개정도쌀이얼마못들어가这你也不看看咱家这水平，能放了啊？蛮大，有点少。很好吃。这第一次包粽子，尝尝。跟卖的一样啊。比卖的。直接吃也很甜。是的。哇，这还有蜂蜜呢。蘸一点蜂蜜尝尝，对，一点泡的，好像外皮甜。这是柠檬凤爪，前两天晚上在家没事我自己做的，泡了有两天，尝尝。一个人吃不送了，挺重的。成都这个什么么呀？啊，泡椒凤爪。
그렇다 그거 같다 야. 그래. 그냥 팔려 있잖아. 맛있네. 사는 것도 그 맛인 것 같아. 아니야. 딱 그 맛으로 비슷하다. 요거는 닝멍도 들어갔어요. 닝멍하고 빨샹궈. 빨샹궈도 있나? 来呀。 我过去了。我来吧，来，进到。那，你打算？你都对。嗯，这种的。我都内涵，内涵应该他内都来。我阿姆讲的。啊，我说，是你弄的呀？啊，没内涵。没得劲。哈哈哈哈哈。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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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주니퍼왕이 되게 맛있다. 진짜 맛있다. 진짜 잘 먹네 지니. 지가 보이나고 지가 한번 들려 먹게. 딱 전망이네. 진짜 맛있어. 진짜 맛있어. 这好像是爸爸和我一起合作的。嗯，钱都开始都拿来了。嗯，我刚才就拿来了。嗯，자이거다준비해왔어요。嗯，한나만끊으면돼。우리가굶지않겠어요。물빼줍니다야꿀안찍어도된다이거달아가져가응아그건내거는너무큰데와우응내하나도없으니까그냥찍어도돼我也是刚才吃一个可大了然后就一个응那个很感觉아그대추가꿀보다더달다맛있다미가라해응난진짜야뭐매캐트여러편매번매번먹어와띠약올라도시한응너무그래만먹게나도두개를다먹어그냥젓갈로지어놔쪽지가지먹는거야我今天每个人做的都要吃两个오那你要吃八个呀一共六个아이뻐한거풀니까여기하하얼마나뻐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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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저煮的时候这味道可香了哎呀여기에다이젓가락을펴야하는죄펴야돼요대박이다진짜대박이다고마워야오빠대추랑은무슨치즈같냐조금만치아내가살때5盒미소샀는데뽑는데기계를뽑으니까그래이거껍데기되게좋대요皮儿一点不坏啊맛있다야지은이싼거바람나한나먹어서我都吃了之前包的我再吃一个之前包的怎么还在那煮个什么意思미정이누누울까요이빨리빨리안누워난다파란거파란거난다파란거아버지거아니야아저거예요제처음에그아마두개들어갈수도있어요좀더주되좀더白的白的요거두개넣는거다지은아이거아두개넣는거싫어맛있어진아이옆을빠야하는똥똥로에소도3连1连2连3连맛있다너야네뭘고기빵으로는안좋더라아맞아근데이게더맞죠좀더넣어도대추를해야돼대추동백상도是要么大枣要么是这个미자火辣火辣一个粽子，一个凤爪。哎，真这长啥子？哎，不要紧的。你搞什么子？我今天吃这个好吃。手抓鸡爪。생각거꾸로이거되게잘팔린다어저절대얘가그게딱맞다이거말이야무슨꿀도필요없네꿀도필요없어요거는어머니한테우리우조신이랬어
五角星。嗯。今天咱家粽子什么样的形状都有啊，千奇百怪的。哎呀，这个两个招啊！哎呀，中奖了！我的那空杆子怎么了？那是我包的。谢谢。我已经够了，不能再吃了。再吃了。钓鱼了，钓到一个鱼。四、五、六，六吧，不多。啊，刚才还有一个，七个。七个还不多。不多，怎么了？不够一个。不能吃了。来点鸡粉。点击关注，三连喽！耶！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明天见吧，明天见，明天见好朋友们，明天见，好朋友们！祝哥哥姐姐们端午节快乐！快乐！